好，我们看第一题哦。他说，假设 f x 是等于二的 x 次方减掉三。然后第五题，他问说，请问你 x 在 f x 在 x 等于负一跟 x 等于三的时候，平均变化率多少？好，平均变化率是谁？就是斜率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第一题应该不难。好，怎么写呢？怎么写？它平均变化率就等于负一减掉三吧，因为是 x 从负一到三嘛，对不对？那上面那几段就写的是 f 负一减掉 f 三就可以了。啊，当然你如果说会颠倒变成三减负一，也可以啊，我没说不行。结果只是上面那个颠倒而已，这样懂了哈？所以它就变成的是负四分之来 f 负一再进去负一。是变成了二乘以负一，变成负二，负二减三变成负五，对不对？然后减掉，来这个带三进去，三三三就是二十七，二十七乘以二，五十四，五十四减一，哎，五十四减三变成五十一，所以它就变成了负五十四分之负五十六，所以它就变成十四，所以它的平均变化率就是十四，这样子会了哈。好，这第一小题 ，OK。好，那第二小题呢？他是问 x 等于2的时候导数，好，是怎么写呢？他的导数来吧，写一下。他其实问那个 f of 2的一次微分，对不对？等于多少？他应该等于 limit x 趋近于2，然后分之 x 减2分之 f of x 减掉 f of 2才对。你要从定义去写，看懂吗？看一下定义 ，OK 吗？哦，你要这样写。好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就很简单嘛，代数进去就好了，就等于 limit x 趋近于二，下面不用动 x 减二，上面的部分呢就代进去应该是二的 x 三次方减三，减掉 f 二 ，f 二的话是吧？带二进去的话应该是八二十四，对不对？然后十四减三的话是十一，所以再减十一，这样子会了哈。好，所以它变多少？哎，是十一吗？好像我写错了，看一下看一下。你如果带 f x 这边带二进去的话，应该是八八二十六，所以对不起，这应该是十三才对。好，改一下，这应该是十三。所以呢，题目就应该变成的是 limit x 趋近于二。然后 x 减二分之二 x 三次方减十六，好，然后也是一样，这种题目该怎么做？我说过嘛，反正重，你二代进去应该是零分之零啊，哦，零分之零的结果就是有两个方法，要么有理化，要么就因式分解啊，消去一些因式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很简单，就变成的是 limit x 趋近于二。好，上面的部分的话不是有二跟十六嘛，你先把二先提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剩谁？剩下的是 x 三次方减十六，然后下面的变成是 x 减二，我多写一行嘛，然后呢，这边多少 ？x 减二分之二，来这个，对不起，这写错，应该是八才对。好 ，x 减二八怎么办？它是相当于完全立方差公式，还记得什么是完全立方差公式吗？如果你忘记同学了吧，唤起你的记忆。x 三次方减 y 三方会等于多少？是不是等于 x 减 y 乘以 x 平方加 xy 加 y 平方，对不对？就用它来算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只把 y 改成谁？你只把 y 改成二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是 x 减二，它变成是 x 平方加2 x 加四。结果发现分子跟分母的 x 减二可以干嘛？消掉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带进去算出，所以答案等于来二带进去，它就变成了二乘上。二的二次方是四，加上二乘以二四，再加四，所以得到答案十二乘以二，二十四。好，那是你的导数，哦，二十四，这样子会了哈。